对，时间没说一瞬间的夏末，还没结果直接经过，像牛顿的那个苹果，我要写歌了，老板你没听错，四八负担监听耳机，你没看到真的有点可惜，将自己的专业全部舍弃，你说这又是何必？何必放弃美术的设计？我说抱歉，这是我乐意，我乐意为了我的热爱，虽然结果是一败涂地。我知道你根本对我责怪，我知道你对我的疼爱，就是因为我全部都知道，尽管我的台下还无人喝彩，睡过录音棚的地板。也有旋律在空中弥漫，漂泊大海没有到达彼岸，歌词已铺成了地毯，每次停顿呼吸的空气，为了 flow 做好自己综艺，调整着每一处细节，要做到就是表彰一般的工艺，我曾发誓想做的做到，好个通宵就用音来破晓，有声音在音作笑，说我做不到是不是错药？我很感激身边的兄弟，当我落难陪我度过冬季，多少风雨都同舟共济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天动地。抖音